和女子天团 BLACKPINK 世界巡回演唱会近日到了美国纽泽西州，不料却一波三折。除了下起大雨 ，Jenny 冒雨歌舞，凌晨落汤鸡。仔细瞧 ，Jenny 在升降舞台上靠着栏杆，想和粉丝互动，没想到瞬间栏杆竟然松动倾斜，完全不牢靠，差点摔下的 Jenny 吓得弹开，模样惊魂未定，粉丝直急着急 po 文要 Jenny 小心，直呼太恐怖，更气得怪罪经纪公司怎么不修好设备，真的十分危险。无独有偶，另一个大势女团 aespa 近期也赴日本东京巨蛋开唱，掀起旋风，但期间也使用不少升降机的画面，同样令人捏把冷汗。Winter had to stand on the top of a very high tower and a narrow stage so that fans from afar could see her. Seeing Winter standing at a high place without any safety devices, such as wires.Fans voice concerns. 孤身站在好几层楼的高塔，却只能手抓着栏杆自保。粉丝边看边担心，万一偶像掉下来该怎么办？纷纷喊话改善，别等到意外发生，酿成大祸。三立新闻简讯会报道。